收养我吧！天哪、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游戏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在游戏里面直接加好友，然后直接传送到他的位置。哦、所以他这游戏为什么这么红？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以前的 Garena 平台这样，就是你在游戏中加好友，你实际的平台也可以加好友，也有那个人的好友啦、哦、啊，你看这个就是我好友，一条老鼠哎、欸。所以他在哪里，我都可以在哪里。那阿 B 的话，阿 B 的话，哎、欸，他在他家哦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跑啊！阿 B 的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升题材、欸。我其实蛮想讲最新的商店啊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以手游为主。啊，这是我的好友，你看我就是跟他出来的，所以虽然我玩的很好。它很像天天的进化版，你们只要有他好友，你就可以直接传过去，因为直接传过去那个 location， 所以你们在里面尽量加好友。哇，我真的要尖叫了！我觉得这点很棒哎，真的，我们就不用在那边找题材。那我的 RB， 我觉得我觉得很爱上这个游戏，就是说它其实跟天天玩乐园很像，然后都有自己的宠物啊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心目中的第一名，就是它可以秀宠物，又可以秀。秀嘛，秀什么的，我觉得很帅。我平在这边，在这边，你可以在里面加。哎、欸，他有马匹耶、欸！哎、欸，可不可以把他们都隐藏啊？就是把那些东西都隐藏、啊，好像不太行哎、欸。一直跑出来啊！因为他就不能切相机模式，你不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有没有挡路啦？这边挡路，他就这边挡路，他就这边挡路。啊，对，我们停五秒，我们先要停五秒，不然这样会掉帧。等一下，我停五秒。哎，他要送我东西吗？你要送我东西吗？哎，我都忘记这游戏可以送东西了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他认识我吗？啊，我以为他要送我东西。啊，不然我们给他那个啊。